好，欢迎收看日本特报。今天是日本54年以来第一次在11月的时候就开始下着雪。那我们有请现场记者修以，修以，你听得到吗？那我们来讲一下说今天的天气状况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东京都的北区。那现在各位观众所看到的就是现在东京都北区在下大雪，稍早之前在凌晨的时候有下过一场雨，现在虽然下着大雪，但是因为有雨水的关系，所以它不容易积层。现在的温度大概是3度，非常的冷。对于日本来讲，这些雪的影响度就已经可以影响到铁路的部分，像现在已经有不少线路已经开始在延迟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东京都北区的报道。好，以上就是日本的报道。